说了是吧？来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教育网，各位嘉宾 ，Action， 欢迎来到福寿平赏艺，我是99号茶艺师，今天各位嘉宾所点的是大红袍。因为刚才有点急，所以少放了一个杯子。我们平常是以三个杯子为标准，所以刚才有点大意了。嘉宾今天所点的大红袍。这是茶吧，用来播放干茶。我们称第一泡为喜茶，不喝的。
So now we have 3 cups of tea. Yeah, 3. We need 4.那楼下去看看你表演吧。马上胖，等一下，亲，你再加一杯。好的。嗯。我来个大杯好。拿壶。那个。洗一下就行。嗯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今天地方不太好。Okay, come on, Juliana, don't be shy. 完了。Drink the tea.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你们先尝尝茶吧。嗯，好。大红袍。如何？好喝不好喝？反正是茶的味道。没问题。如何？融入一种感情。烘焙的不错。好喝。OK， 谢谢你。谢谢。